能编程小飞象，可以教你学习编程的大象。前腿进，后腿退，鼻子上。演示完毕，现在开始编程。编程成功。小朋友，请站远点儿，拿起手中的圈圈，扔在我的鼻子上吧。他多才多艺，拥有丰富的仿真动作，什么都难不倒他。他还会给我讲故事呢。一天，大象和老鼠智能陪伴，快乐成长，乐能编程小飞象。